大家早上好，我是盐埕埔的区长哈。啊，今仔日伫遮足欢喜，伫阮博尔遮办迄、那个爱老人嘿中秋亮起来这个活动哈、哦。最主要是要关怀咱的老人呐、啊、哈。啊，宽联公司陈董事长哈啊大力的支持啊，甲华山基金会。这回来发起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应该是第一次啦哈，来高雄港游港哈啊，当然接下来我们也要带他去看黄色小鸭经过的真爱码头啊，落船了诶，会当品尝阮盐埕埔的美食啊，啊希望呼吁说所有的企业民间团体共同来关怀咱厝边的老大人，好咱的社会更温暖更祥和诶啊，大家都来共襄盛举，谢谢。大家好，我是宽联国际开发有限公司的陈怀君陈先生哈。那今天哈有这个机会哈，跟这么多位200多位的一个老人家哈，来到博尔特区哈一起跟他们搭游艇绕高雄港能够帮这些老人家圆他们一些梦，那是宽联国际开发有限公司 OK580 然后愿意去做的。我们今天难得有机会跟这么多位老人家大家在一起，我相信是一件快乐的事情。那快乐的事情，我相信 OK580 一定会一定会来默默的做。那希望那个募集到华山的一些义工能够跟所有的一些社会的义工各个的基金会投入我们社会的一些公益活动。那宽联 OK580 在这边提早跟这些老人家过中秋，那让这个中秋节在这样的一个活动里面会更有意义啊！谢谢大家。OK580是一个公益的通讯网站，这个网站公司的一个我们老板的一个经营理念是说，把取之社会用之社会，所以把公司的一些盈利些许的盈利转拨为。公益基金对，然后全部都捐，帮助这些老人需要帮助的人，这样，我觉得这个经营理念非常非常的好，我很荣幸能在这家公司上班。OK580公益通讯网，欢迎大家来参与，谢谢大家。我们一直不断的都有这些公益活动，我们每一个月都有2场啊，这一次算是比较大型的，对，最大型的。嗨，谢谢你，谢谢。通讯有爱，爱在宽联公益，大家一起来。首来要介绍的是咱盐埕区的区长，四米会薛敏惠薛区长。以及咱新乐里新乐里的里长林富田。你都会。宜俊，好，以及着有一个叫做男人 club 的吼，这是一个车队吼，这边吼为吼屏东吼为了这届活动吼，完后起来遮吼非常感谢的车友嘛，非常感谢车队的爱心，啊，男人 club 有伫现场无？有会感觉会举手的无？有吼，谢谢。这边的活动呢，主要是由咱宽联国际公司来举办的这边爱老人中秋亮起来102年老人 K 歌大赛，跟坐船游高雄港，想到有这摆活动呢，因为咱担当使命吼，感觉讲吼爱回馈的社会，对着吼咱个关心咱老人吼，非常有爱心安尼。希望吼，会当伫咧中秋佳节头前吼，会当举办这个活动，让大家吼拢会当吼。行出桃花，吼，啊来吼，做位同乐啊，做个欢喜一下。好，这边的活动呢，嘛是咱华山基金会14年来，头一遍，做这个户外的活动，户外的活动。所以呢，这边的活动很重要哦，大家吼，穿红背心呢，甲所有在场，伊拢包括我，拢同款。今天的表演哦，一定要非常好，才有后一遍吼。华山基金会，叫我能够带阿公阿妈做出来佚佗。安尼，囡仔，大家爱乖无？对吼，啊，今天吼，安怎希望吼，大家拢有当来互相配合嘛，啊吼，活动带到原本来进行安尼。好，安尼吼，即摆咱来吼邀请咱的。
宽联国际公司担当处长来为咱艺术来掌声鼓励。主持人，谢区长，还有各位义工，还有今天的主角，各位阿公阿嬷，大家好。首先哦，我感谢华山基金会哦，出力担当哦，有机会就担任国际办公室公司公益阿弟哦，大家做伙哦，对社会对有需要的多贡献哦。啊，我们刚才在讲说，刚才说，刚才说，刚才说，挥霍快乐，把快乐给出盘，好不好？谢谢各位，谢谢，感谢担当主任。哎，当时我等下，哎，我正好主办单位啊，来我华山基金会有准备这个感谢状吼，要来颁发给你。好了，今麦呢邀请到咱华山基金会廖信玉，信玉吼来帮我们颁发这一次的感谢状。所以要邀请这贵宾呢，吼，就是咱的副长。但是呢，你个副长要起来进行呢，吼，我先甲大家讲，吼，咱即摆这个所在是啥，算啥物区啊？大家知无？啥物区？来，我算到三，大家做一个共识啊！一二三。对，所以呢，咱实在感谢副长。谢谢哦。谢谢。啊，我要先问咱遮的阿公阿嬷，恁今仔日有欢喜无？我欢喜哦，我嘛足欢喜的，欢喜要从啊！等下要来游港坐船啊，坐高阳港，啊，搁要来做啥比赛个对？哦，我听到这个热情吼，我足欢喜。第一站是对，是咱高阳，高阳对，关龙码头，啊，市长哦，大力的争取。台湾第一站是咱的光荣码头，啊，伊的可爱鸭屁屁伫倒，伫咱的真爱码头。等下咱坐船坐过遐，伫个真爱码头，叫导游甲咱讲一下，咱就会看到讲，咱家己想象啦吼，因为是八月十五，旧历八月十五，九月十九，甲十月二十要来咱光荣码头吼。啊，咱等下坐船会经过迄个真爱码头，它的鸭屁屁对着我们光荣那个真爱码头。坐船行过遐，啊，唱快乐出版的时阵吼，你着一直来想讲，我面头前一只五六寸高的黄色小鸭，一千斤以上的重量的黄色小鸭，伫哪？就是咱遮即个是企业来付出，啊，搁咱遮的职工，遮相关的职工伙伴吼，因无私的付出，啊，所以有当互咱这阿公阿嬷。打出小孩，打出那个家庭，打出来广告。谢谢区长，谢谢。哎，董事长，等一下，等一下哦。哎，打住哦，咱先哦，咱看到这个。
感谢麦果你哦。你好，我是阿绵麻薯，阿绵。在这个重阳节、敬老节的活动当中，很荣幸可以来到这边，让这些老人家分享这个麻糬的美味。是，我们麻糬有许多古早的味道，那还有紫米贝壳、水果大福。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传统点心，可以到我们盐城区的大沟顶来享用哦。真的很好吃哦，绝对会爱上我们家的麻糬哦。这个就是麻糬，对，这是我们的紫米贝壳，然后这是麻糬。那我们麻糬有芝麻、花生，这是抹茶的，对。那这个是紫米贝壳，它是比较创意的米点心，是，对，这个也是，对，对，就是要让长者来享用的，是啊，是这样比较方便。因为麻糬呢是用台东池上米做的，那吃多了也不会胀气、胃酸，不会黏牙哦，一定要来尝尝。嗨，大家好，欢迎来到高雄港。今天很高兴能跟很多的老人家一起欢度中秋哈。今天在我们高雄港这边有举办中秋的 K 歌大赛。那我们的店是在高雄，盐城埔已经有50几年的老店了啊。这些是我们的商品啊，我们是用很传统的古法来炼制的冬瓜糖，还有手工的冰糖，还有冬瓜肉片，好，这个是我们近这个这几年才推出的新产品啊。那这个是我们的经典包装。那如果说各位需要伴手礼送给国外的客户朋友的话，可以就选择我们的伴手礼系列啊，这个都是我们近期推出的。那我们也是对，有很明显的高雄的地标85大楼，还有这个统一这边的摩天轮啊，这个是我们的产品，很健康，很天然，绝对没有什么食安的问题哦。哎，那因为我们的冬瓜糖来讲，跟你市售在那个超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只能保存1个月，而且要放在冷藏冷冻，因为我们里面只有纯粹的蔗糖，还有新鲜的特选严选的冬瓜下去炼制，用我们的工法下去炼制，所以不能放久哦，哈，一定要健康的吃哈，这样子才会我们的食品安全的这个方面才会喝得没有余力哈。这个是属于我们的产品的部分，那我可以带你们到我们饮品的部分哦，来，颜料有水耶哦，哈，还当归嘞不？这里来到我们的饮品的部分，那我们最主要是卖糖品的部分。那你们我是比较建议，就是说消费者可以的话，我们带我们的糖品回去，然后直接把它熬成这样子的浓缩的糖蜜之后，就可以泡制。哎，这个是我们的冬瓜茶啊，冬瓜茶有薄荷色的哦，琥珀色的颜色哈，纯正的冬瓜茶。那还有就是可以加上新鲜的柠檬，做成冬瓜柠檬啊，这个也很好喝哦。哎塞，哎，一杯冬瓜茶，足健康，一杯冬瓜柠檬，哎，对，这样就健康了哦。哈，这个是冬瓜柠檬，很简单，我们自己制作的话就很好。哎塞，弄个塞甲，再抹几，好，都可以，哈。我们的店铺是在高雄市盐城区建国四路211-1号，靠近这个就是以前的大舞台戏院。哦，那要你如果说有到高雄来玩，要经由去西子湾的话，嘿，可以顺道到我们的店来参观一下，可以顺手带我们的伴手礼，是很健康的哦。各位大家好，我是创意工厂表演工作室，我是厂长吴群峰。今天我们来华山基金会表演，为了老人家中秋节的晚会，所以我们今天来表演了。我们的表演非常的多元化，有小朋友的热舞，然后我们也有大人的肚皮舞，
小朋友的肚皮舞非常的多、哦、如果有慈善公益的活动我们都可以赞演，所以希望大家记得我们哦，创意工厂表演工作室，我们有很多表演活动哦，谢谢谢谢。哦，肚皮舞好，好，我做一个蛇腰哦，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做蛇腰，肚子凸凸凸，仰上下上下 N 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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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N 一二，如果你们要学肚皮舞的话，我们都可以教你哦。而且我们还有运动舞蹈，不只是肚皮舞而已，我们还有运动舞蹈，非常非常多。男生也可以跳，女生也可以跳，老人也可以跳，大家都可以跳。给我们热情的掌声，谢谢你们对我们的赞赏，谢谢，拜拜拜。我是盐城区长，很高兴哈，这一次宽联国际公司跟华山基金会。办理这一次关怀老人爱老人的中秋亮起来活动啊，跟以往不同的，他是带出户外来游高雄港啊，来我们博二这边游高雄港，然后 K 歌大赛啊，真的很不简单啊，这个是一个创举啊，也呼吁所有的企业跟民间团体啊，这个善举啊要多加的去给他热烈的响应，让我们的社会更祥和，让我们的老人家出殡也老多啦，让更温馨更温暖。当然啦，这个活动跟我们盐城区现在最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黄色小鸭在台湾首站，在我们高雄的光荣码头，市长大力的支持争取，在9月19号跟10月20号要来我们高雄了。好，他的可爱的屁屁会来我们的，会在我们的真爱码头，所以等一下阿公阿嬷会看到，会有感会经过我们的真爱码头啊。这个活动，就是我们的商店家非常的踊跃，去响应这个迎接黄色小鸭，所有我们的商店家都来响应啊，所以他们提供了一个非常优惠的折扣，而且满额还可以把小鸭带回去。还欢迎大家，所有台湾的朋友，外面全世界的朋友都来高雄迎接小鸭，也来我们盐城吃美食，欢迎各位，谢谢。好，谢谢哈，今天这个活动啊，是14年来华山第一次带长辈，我们登上了游艇，我们带长辈圆了长辈有高雄港的梦。那另外我们现场也有卡拉 OK， 长辈也都非常的高兴。这是很多的一些义工朋友啊，还有我们的善事，尤其是宽联为这次出帮了很大的忙。那在这边我们还是要讲一下哦，就是华山啊、三杰都有协助我们的弱势长辈。这一次中秋亮起来这个活动，我们在9月19号开始就要送关怀礼给我们各个区的长辈。那因为今年景气的关系，目前的话关怀礼的话只有50%，大概还缺800份。对，那如果有我们的好朋友啊，知道这个信息啊，能够告知一下我们的朋友，当天呢、啊、来协助我们义工送关怀礼这样子。好，谢谢大家。那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07-521-7834或者07-537-8285。谢谢大家。